金融揭秘。各位亲爱的会员以及 YouTube 的朋友，今天呢特别在万难之中呢，圣诞前呢出多一个视频，作用是什么你知不知道？叫做偷步，亦都大有可能是2019年开始1月3日前的一个偷步之作。负责小弟身体的医生是纽西兰的国医来的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他说 Victor 个胃囊根本上对你没有需要，没有好过有。我即刻相信他，快意恩仇，割咗佢咯。嗱，因为呢单嘢忽然间令我嘅脑袋入边咧灵光一闪 ，yes， 壮士割胆，即系我哋一向讲开嘅壮士断臂，系咪先？嗱。今日呢個偷步之舉，你哋聽到可能會不以為然，係建議你哋同股市暫時斬纜。當然有時間性啦，係先斬後看。咁看到幾時呢？看來要看到起碼2月底，即是農曆新年之後3月開始之前。昨日本蘭雖然跟今天都一模一樣，講到有氣無力，原來真的好像無合之鼠一樣，經過手術之後受傷之後，原來真的元氣大傷。但是我已经在有气无力之下呢，给了两个明年初的投资的这个胆囊给你们，就是胆囊，不是胆囊，经常都说胆说胆都没了胆了，已经个胆囊给你们是黄金加现金。那我再详细一点，其实我建议这两样东西是以避险为主 ，safe haven。咁大家都知避险唔系净止黄金同埋现金噶啦，避风仲有其他嘅 product， 例如日元。我成日都同你哋讲喺过去两年，我都唔明白点解日元会变成避风嘅一个产品。咁啊，瑞士法郎亦都大家都一路都知噶啦。咁我推薦嘅第一個偷步係沽美元買日元。星期五收市係1113支香.50左右嘅，係頂住嘅喺上面。咁所以咧，我個價位係喺1.45-95呢50點之中。沽出美元买入日元，第一个目标是110.75-80，第二个目标是109.75-80。咁呢个系短炒盘，所以我唔俾咁远。其实我仲睇再低啲嘅 ，OK？ 因为有成个几月去走，咁诶，当然有止损啦，系咪先？系112.20，如果佢真系升破了112，那11220斩了它算了。再说一次，沽美元买日元，111.45-111.95，第一个目标110.75-80，
第二個目標109.75-80。好啦，嗱，呢個只係一個短炒盤，因為我做慣匯市，我係一定自己都會做噶。今日如果一開始有啲咁嘅價嘅位，嗱，過去兩個禮拜大家都唔使我講，我啊入咗醫院，乜嘢都睇唔到，連電腦都冇，乜嘢資訊都 shut up 曬。咁啊，但大家都知道個全球股市疲態不老。啊，仲疲過我，仲弱過我 ，OK？ 咁啊，雖然技術性圖表分析我都頭先望過下，似乎有啲過咗火位，但你千祈唔好諗住佢會回升 ，OK？ 係過咗火位嗰、那個技術性分析。咁啊，因為跟住嚟緊，仲有幾日已經係年底啦，嚇，過完聖誕，仲有兩日，最多禮拜四、禮拜五，咁啊，加埋最多下個星期一。但是我敢寫包單，冇人夠膽入去買嘢，入去入貨，可以話跌得少咧，已經係萬幸啦。咁啊，其他對股市極壞嘅因素，哇，多到我都揾唔到件好嘅出嚟。嗱，中美貿易戰喺阿 Trump 哥同阿習近平。这个阿根廷傾完之後要等到3月1日，你知不知道？當然啦，在3月1日之前會斷斷續續有些好的東西出來，有些不好的東西出來，這個我們暫時不要讓那些花招掩著我們的眼，總之你未解決就是未解決，OK？ 而中國的關閉政府啊，咁呢個亦都係唔知噶，分分鐘出年一開始1月3日開始，佢哋話又搞掂嘅都唔出奇。但係呢個得個估字，大家都唔知。咁啊，但係最緊要嘅根深蒂固嘅嘢就係聯儲局啱啱加咗息，個短期息係2.25%-2.5%，跟住個赤字會繼續增加，跟住。缺水啊，川哥發爛渣啊，攞唔到錢去起嗰幅牆，而家都發曬爛渣。咁誒，而最緊要嘅係咩？你知唔知？我一路都講咗成2年啦，陰公，美國帶頭，歐盟、英國、日本過去10年嚟嘅量化寬鬆日子玩完啦，過去咗啦。現在不止玩完了，還是調轉，是抽緊銀根。美國開始了，但是其他那些還未正式開始啊。咁大家都知道，股市不是就咁，哎，睇下張報紙啊，邊個又話買啊賣啊，邊個乜個乜個乜借乜借，話買你就買，係咪先？咩大師乜大師，嗱，嗰啲係驚喜嚟噶，你唔買去邊有佣金食啊？嗱，股市者有水则生，缺水则死，就系咁简单。而家系抽紧银根，仲边有水啫？唔系10年过去一样，嗰啲水系直头水浸金山咁滞，水浸全世界。OK。整個銀根時代已經改變了，你們清清楚楚看看這裡 OK， 是一個大變來的。過去那10年使到全球股市升的是 cheap cost of funds， 是便宜錢，是現時這個便宜錢已經時不與我，玩完了 OK， 大家看清楚一點，是玩完了。跟住過去嗰10年，嗰啲現金到手，二個借火，呢個借唔到，嗰個借火，嚇，呢個借唔到，嗰個借到，嚇，有啲人話借錢買樓可以借到7-8万嘅都有。而家當時係不值錢，但係所以啲錢可以用嚟買樓、買股、買乜都得，你想買乜都得。但係踏入明年，玩完啦，完全玩完啦。
过去十年有现金又点？因为有现金，冇息收兼及负利率。但系而家净系以美金为例 ，CD 大家知道咩 CD 咧 ？Certificate Deposit 都有两厘几嘅利息噶啦，唔系冇息又唔系负利率啊，有成两厘几啊！咁呢兩厘幾冇錯，你話扯兩厘幾好低啫，低好過冇，低好過輸咗嘛，係咪先？係冇風險啊嘛，而且咁咧，而家成個市場喺2019年會慢慢踏入正常 normalization， 有息加上係安全啊。當然啦，世上冇乜嘢嘢係安全，但係起碼係。至安全，現今嚟講，咁點解仲要冒險去追求嗰啲樓市、股市呢兩樣事？我哋係叫做 risky asset， 係有風險嘅資產。一句講曬 ，cash is king，OK？ 嗱，人永遠有惰性嘅，好多人話。且過成十年，我一直又揸股又揸呢樣又揸嗰樣，即係玩到盤滿缽滿，但係異性就不知輸。你去澳門賭場行一下，上 VIP room 啊，輸得最多嘅係嗰啲贏錢嘅賭客嚟。嗱，今日建議年底之前偷一大步，兩件嘢要做。炒匯市嘅，頭先講咗啦，偷步沽少少，但少少好啦，年底啊，沽少少美金買日元。股市我唔係叫你走曬，減磅，盡量自己去睇下自己有啲咩磅要減，這個我唔可以幫你睇得到。壯士割膽，同我一模一樣 ，OK？ 最後，如果冇咩特別事故咧，我。呢一輯有可能是最後今年的一輯，那會明年再見，除非有非常特別的事我想跟你們說，因為我也要 clear out 很多樣那些扭扭搞搞的數目啊，這樣那樣，還有我要定明年一個非常大的大計，我其實已經揭露了一點點，也有很多功夫要做，我這幾天的體力開始慢慢才回來，咁我會慢慢去睇下點樣搞，咁希望你哋聖誕快樂，新年愉快，最緊要嘅樣，身體健康 ，OK。金融揭秘節目而家已經接受大家嘅訂閱啦。如果想聽何寶老師嘅獨家分析同智性 tips 咧，記得訂閱我哋嘅節目啦。訂閱詳情可以參考以下嘅視頻，或者到 Facebook 一樣可以睇到㗎。